同学们好，继续学习合并财务报表。我们上节课是谈到内部交易的会计处理，接下来看第五个问题：内部固定资产交易的合并抵消处理。那第一种情况，未发生变卖或报废的内部交易固定资产的抵消。然后再说，如果发生出售了或者报废内部固定资产交易，如何处理？抵消时，第一个。将期初固定资产原价中未实现内部销售利润抵消。那分录呢？是借未分配利润年初贷固定资产原价。为什么是这样？一会儿我回过头来再解释。那第二，将期初累计多提折旧抵消。我们的抵消分录借固定资产累计折旧，这是期初累计多提折旧贷未分配利润年初。同样呢，我后面把当期的一些交易业务事项的抵消说完之后，回过头来再去解释这个事情。那下面我们就看第三，将本期购入的固定资产原价中未实现内部销售利润抵消。那两种情况，一个是一方卖的商品，另一方购入之后把它作为固定资产来核算。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一方固定资产，另一方购入之后还是形成的固定资产。那我们先看第一个，销售方卖的自己的产品，购货方购入之后把它作为固定资产了，我们抵消怎么做？先看分录，是借方借营业收入，你报表项目嘛，你卖产品的一方，比如核算时主营业务收入。但是报表的项目是属于营业收入，那结转已出商品成本说主营业务成本科目，报表项目营业成本，底下都是报表项目。借方营业收入，本期内部固定资产交易产生的收入，贷营业成本，本期内部固定资产交易产生的销售成本，然后贷方固定资产原价。那这个呢是说，本期购入的。固定资产原价中未实现内部销售利润。为什么分录会是这个样子？那我们看一下，假如说 P 公司把自己的产品卖给了 S 公司，这个呢，成本是80万，卖给了一方售价是100万，但是 S 公司。形成的是一项固定资产。那 P 公司这一边它是产品，所以呢，它会在这边确认营业收入100，因为确认收入嘛，要确认的是营业成本，营业成本80，它的存货会减少。80，S 公司购入之后把它作为固定资产了。那这里面的我们会看到固定资产，S 公司增加了100。那接下来问题说，作为整体如何去抵消？那可能有的同学说，整体没有营业收入。抵消营业收入，没有营业成本，抵消营业成本。说，那你固定资产没有，贷固定资产100，回到存货借存货80，可能会有这种想法。不过我们这里面只是把固定资产原价中未实现内部销售利润抵消，你怎么理解这件事情？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说汽车制造厂？生产出来的汽车是存货还是固定资产？我知道你们可能很多同学说存货呀，它是往外卖的呀。那如果说下装配线之后，领导说："哎，这个车挺好，给我留下，咱们公司用。"那还是存货吗？那就不是了，那就形成固定资产。那也就是说，如果是。这辆车的成本假定是80万，
直接转成固定资产80万，没问题。你不用说，个别企业都可以这样做。那你合并报表上更没有问题了。但是，现在是固定资产入账，没按照80来，不是那个成本，它反映的是购入价，里面有20万未实现利润，未实现利润不是80跟100之间的差额吗？所以我们要把它抵消，那形成的就是啊，带固定资产原价100就完了，你不用说还原原来的存货。说把固定资产全抵了，就是如果存货80减少增加固定资产80正常，没问题。这说的是这件事情。我们再看第二种情况，一方的固定资产，另一方购入后仍作为固定资产。比如说，要是固定资产80，卖给另一方卖了100，那你看固定资产一方减少80，另一方增加100。那卖100的这一方会确认资产处置收益啊，那也是要把它抵掉了吗？你作为整体哪有资产处置收益啊？报表项目叫资产处置收益，借资产处置收益，带固定资产原价，还是把固定资产回到80啊？好了，那我们下面看吧。本期啊，这是原价中未实现利润、营业收入、营业成本，或者是资产处置收益。那等到下一期，固定资产原价中未实现内部销售利润抵消的时候，换成什么项目？所有损益类型项目都要换成未分配利润年初。因此，大家看，回到第一个吧，将期初固定资产原价中未实现内部销售利润抵消，借方未分配利润年初，带固定资产原价。这就这样形成了，它就这么形成的呗。那接下来我们再去看固定资产，如果说你入成80正常，那要是按照10年来提折旧的话，我们一年提8，但是 S 公司那边入100，每年提折旧提10。你要把多提折旧给抵了啊！这样说，将本期多提折旧抵消，刚才说的80、100，如果按照10年提折旧，每年提8，你按照这个每年提10，提10不就多了吗？这是多提了，多提20000。提折旧时借管理费用，带累计折旧，我们把它给抵了。因为说从整体上不认它，整体上我们认定的价值是80的，以80为基础提折旧，会形成什么？借固定资产累计折旧换成报表项目带管理费用。你从这笔分录里面，大家就会看到，我们前面也曾经谈到说，固定资产中未实现利润，以后通过提折旧方式实现。你合并报表上你看吗？这不就是吗？带管理费用是不是增加利润了？你前面的是借记资产处置收益或者营业收入比营业成本多，那是借方未实现的，以后贷方就实现了，贷管理费用。这我们在前面长期股权投资部分也曾经碰到过这样的问题。那本期多提折旧抵消贷管理费用，你再倒回去，将期初累计多提折旧抵消，就要把那个管理费用换成未分配利润年初，它就是替换的。因此，大家当见到有未分配利润年初了，就要想到以前边调整分录抵消分录时，影响了未分配利润期末合并数了，那你本期必须替换了，这就是连续编报的情况。所以说，道理清楚。用不着啊，去背，一背烦，太烦了。会计要你要背呢，没法掌握那么多知识。所以一直强调在理解的基础上把它掌握了。
这是本期多提折旧抵消形成年初累计多提折旧抵消的时候，把管理费用换成未分配利润年初。那接下来呢，我们看教材的例五。假定 S 公司是 P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假设呢 S 公司以3000万元的价格将其生产的产品销售给 P 公司，那这是一个逆流交易，其销售成本为2700万，应该内部固定资产交易实现的销售利润300万。2700到3300万，P 公司购买该产品作为管理用固定资产使用，按3000万元入账。那对该固定资产15年的使用寿命，采用年限平均法计提折旧，预计净残值为零。说该固定资产交易时间为20年的1月1号。本章为简化抵消处理。假定 P 公司该内部交易形成的固定资产20年按12个月计提折旧。当然书上说简化处理1月1号发生的按12个月提折旧。如果考试真有这种题目出现，你不许假设。你说为简化处理，这一年按12个月提折旧。详见教材例19-5啊，这不行，我没这个权利，没这个资格。是因为有的同学提出说，为什么所有的书，什么注册的、职称的，包括外边那些编的教材，都是发生在1月1号，都有为简化抵消处理，按照全年12个月提折旧。这就写书人啊，看人家怎么写，他怕错了，他说我这样就不会出错误。那不可能是这样的。我们合并报表是以个别报表为基础的。你不能说个别报表固定资产当月增加的，当月不提折旧，当月减少，当月照提；合并报表上当月增加，当月提折旧，不可能。所以这只是一个说简化处理的事情。我刚才谈到，假如说真的一方内部交易把产品卖给另一方，发生在1月份的。那你真正当年多提折旧，是1个月。那这个呢，他按照12个月来了。20年第一年，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如下抵消分落，他编制的，我们看，2700卖3000，借记营业收入3000万，带营业成本2700，固定资产原价中未实现内部销售利润是300。这原价中有这么多未实现的，那我们看这一部分以后，通过提折旧方式会实现。从分录里面来说，损益的这借方数会减少300万吗？开始，那你再做呢？借固定资产累计折旧贷管理费用，他是说把当期多提折旧给抵消。那这个数呢？实际上也就是用的300万除以15年呗，或者说你用3000万除以十五，减去2700万除以十五，一样，也是20万。那把当期累计多提折旧抵消，能做这笔分录，因为提折旧嘛，多了。提折旧借管理费用贷方累计折旧，抵掉它，换成报表项目，借固定资产贷管理费用。那我们再看说，21年第二年，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应当编制如下抵消分录进行处理。我们先把固定资产原价中未实现内部销售利润抵消，借未分配利润年初，贷固定资产原价。那这个数字是300万，原价中未实现内部销售利润。然后第二年要把年初累计多提折旧抵消，
借方固定资产累计折旧，代位分配利润年初，所以就替换嘛，你管理费用啊，也没营业收入、营业成本都替换。之后再考虑当期累计多提折旧抵消。我们当期累计多提折旧，借固定资产累计折旧，贷方贷管理费用20万。那这时候第二年，说2021年第二年，那如果说第三年，咱们看看分录是什么啊？第三年固定资产原价中未实现内部销售利润抵消，那会有借未分配利润年初代固定资产原价300万，没问题。第三年年初累计多提折旧抵消是什么分录呢？第二年你看做的未分配利润年初20万，管理费20万，贷方，那等到第三年都是年初累计多提折旧了，变成多少？40万。所以如果在第三年的时候，那就是22年，借固定资产累计折旧40万，贷未分配利润年初40万，再考虑当年借固定资产累计折旧贷管理费用20万呗，就第三年，倒不是很复杂。那因为这是一个逆流交易，所以我下面稍稍变换一下，不是100%股份的，因为你100%股份不涉及少数股东损益的问题。说假定 P 公司拥有 S 公司80%股份，不考虑所得税的影响，这种情况看一下20年第一年编制合并报表时怎么进行抵消。要考虑到少数股东损益、少数股东权益调整的问题。那先呢是固定资产原价中未实现内部销售利润抵消，那跟前面没问题是一样的。借营业收入3000万，贷营业成本2700，固定资产原价300万，没有问题，一样的。这是原价中未实现内部销售利润抵消。当期多提折旧抵消，借固定资产累计折旧20万，贷方贷管理费用20万。因为每年多提折旧嘛，把多的这部分抵了。那第三，说20年12月31日，你看固定资产中有多少未实现内部销售利润？原价中有未实现的，在借方大家看到了，一共是这个数300万。通过多提折旧方式实现了20万，这不是贷管理费用吗？增加利润了，叫实现了。你这一块的分录看完了。回过头你再看长期股权投资，说内部交易要是固定资产的，第一年有多少未实现内部销售利润，就会知道原价中多少未实现减去当期多提折旧，那这不就这样的吗？说固定资产原价中未实现利润，以后通过多提折旧的方式实现，我们也看到了。所以到20年底，那你固定资产原价中有未实现内部销售利润，就是原价中未实现300万，减去当期多提折旧20万，那变成什么？280万了。那第一年有未实现利润280万，由于少数股东持有子公司股份20%，我刚刚做了假定，那用280万乘以20%。我们就会做借记少数股东权益，那56万，贷方少数股东损益56万，会做这样的分录。那我们再看21年第二年，说编制合并报表时如何做了？固定资产原价中未实现内部销售利润抵消，借方借记未分配利润年初贷固定资产原价。你看这个数字是300万，没问题。然后将期初累计多提折旧抵消，那我们会有借固定资产累计折旧代位分配利润年初20万，
做了这样的分录。那之后，这笔是20年的，借少数股东权益，贷少数股东损益。我们少数股东损益也是损益，所有损益类型的影响未分配利润。所以在下一年当然会借记少数股东权益，贷方是未分配利润年初，借少数股东权益贷未分配利润年初56万，做这笔分录。然后当期多提折旧抵消，又多提了一个20万，借记固定资产累计折旧20万，贷管理费用20万。那下面你看，当年又实现了一个20万的利润啊，多提折旧啊，这一年啊，这不损益类型？你看分录里面这边没有损益的吧？这边贷管理费又实现了，实现它20万乘以20%，就要增加少数股东权益和少数股东损益。你不要认为说内部交易好像只有存货才影响少数股东损益、少数股东权益。那固定资产、无形资产都一样，都会影响的呀。借方少数股东损益增加是在借方，贷少数股东权益4万，这个过程要清楚。我们接着第二个，发生变卖的内部固定资产交易的抵消。今年教材上把这一块不知道什么原因给去掉了。那你固定资产变卖这种情况是有的，所以大家还应该知道是怎么回事，也并不是多难。你要不然好像少东西。所以下面说，若发生变卖怎么办呢？将上述抵消分录中的固定资产原价、固定资产累计折旧项目用资产处置收益项目来代替。这是什么意思？你想固定资产对外卖掉了，那我们通过固定资产清理，最终把固定资产清理数转到了资产处置损益科目，报表项目呢叫资产处置收益，是到那儿去了。那就是我们前面的分录换了呗，把固定资产原价还有固定资产累计折旧替换成资产处置收益就可以。所以第一个，将期初固定资产原价中包含的未实现内部销售利润抵消，本来呢是期初固定资产原价中未实现内部销售利润抵消是借未分配利润年初贷固定资产原价的，你固定资产没了再贷它就不合适了，不要贷固定资产原价，我们贷方贷记资产处置收益。那数字就是期初固定资产原价中包含的未实现内部销售利润，那是这个。第二呢，将期初累计多提折旧抵消。那如果正常情况没有变卖，把累计多提折旧抵消，那肯定是减少累计折旧的呀，借固定资产累计折旧，但是这个同样要把它替换成资产处置收益项目，那借资产处置收益贷未分配利润年初。第三是将本期多提折旧抵消，本期还有多提的，因为都是按照价格高的数提折旧多提了，我们把固定资产累计折旧也是换成资产处置收益，那你借资产处置收益贷管理费用等，一般我们考试的时候往往影响的都是管理费用。接下来看提示一，内部固定资产交易的抵消内部无形资产交易抵消与内部固定资产交易的抵消处理原则是一致的。那无形资产的话，确实当月增加了当月进行摊销。那第二个，内部固定资产无形资产产生的未实现
交易损益，在归属于母公司和少数股东净利润计算上，也是要区分顺流交易、逆流交易。那这一块的处理的方式呢，跟存货是一样的。那这也要注意的问题，别到时候给丢了。啊，当然我们教材后面有综合举例，是有的。那你说逆流交易，确实要考虑少数股东损益、少数股东权益的调整问题。第三个提示，因已丧失使用功能，或因自然灾害发生毁损等原因，而报废清理的内部固定资产交易的抵消。你要是报废了，这种情况呢就不能固定资产清理转到资产处置收益里去了，就报表项目叫资产处置收益啊，那应该是转到营业外收入或者营业外支出里去了。如果说出现的最终报废净损失由固定资产清理转到营业外支出，如果要属于净收益呢，那就营业外收入，那你就把前面的分录的固定资产原价、固定资产累计折旧替换成营业外收入或营业外支出，我们考试估计会回避它了。但如果说你工作过程中碰到，你认为是处置收益的话，就是报废的话，营业外收入，要不然就营业外支出就行。我还是加一个例题，这个例题呢是沿用教材例19-5的题目，也就是说我们教材上原来是有过这个题目的，今年有一些删掉了。说假设 P 公司于2033年年末。这时候第14年，因为是2020年1月1号开始的，那现在呢，到2033年年末第十四年，对该项固定资产进行清理报废，那报废影响的最后是营业外收入、营业外支出的。那题里谈到说，该固定资产清理净损失是20万。那最终是损失了，我们反映营业外支出吧。此时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我们分三步：说将期初固定资产原价中未实现内部销售利润抵消，那固定资产原价中未实现内部销售利润300万，我们要把那个固定资产原价换成营业外支出，因为这里说的是清理报废。那第二个，将期初固定资产原价中未实现内部销售利润抵消。第14年年初，就是期初固定资产累计多梯折旧抵消。第十四年年初累计多梯折旧有多少？那过去了13年。那13年呢？我们当然知道，每一年呢是20万乘以13年，260万。那把固定资产累计折旧换成营业外支出，所以借营业外支出代为分配利润年初260万。这个报废是发生在年末，说当期多提折旧给抵消，那年末当然整个一年多提折旧20万，所以同样呢也是把固定资产累计折旧换成营业外支出，我们借方呢就是借记营业外支出，贷方贷记管理费用，本来是说正常情况下。你要不报废，到2003年，我们是借记固定资产累计折旧代管理费用。现在把固定资产累计折旧换成营业外支出，是这样处理的。那如果变换一下，要是说在
2033年6月份报废。我们应该怎么做呀？那当期多提折旧多长时间啊？半年呗。当月减少，当月提呀。那这种情况呢，我们这是营业外支出，就变成10万了呗。管理费用也是10万。所以，如果它是6月份报废的话，那数是这个。那我们看第三个问题，内部交易固定资产等相关的所得税会计的合并抵消处理。这个处理的思路呢，和前面谈到存货呢是一样的，就是你先决定合并报表上的列报数，列报数要汇定，然后再看个别报表上给我们的递延所得税资产。之后就调，这是期末调整数吗？两者之间的差，但是我们调的时候是先调期初，再调差额，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所以我们看说，第一个，确认本期合并财务报表中递延所得税资产期末余额，即列报金额。你先把说这项业务列报数是多少确定了啊？注意啊，列报不是老虎啊，列报。那这时候你要先给它搞清楚。那现在列报数递延所得税资产期末余额应该是什么？是期末合并财务报表中固定资产可抵扣暂时性差异余额乘以适用所得税税率计算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啊，那你乘以适用所得税税率是递延所得税资产吗？可抵扣暂时性差异，那一定是这项资产账面价值小于计税基础形成的呀。那我们说合并财务报表中固定资产账面价值一定是站在集团内部销售方，不是购货方，期末固定资产账面价值跟存货那边类似。你要说一项固定资产300万卖给另一方，卖了500万，那现在认定的账面价值合并报表角度如果没有提折旧的话，300。那如果说我们提折旧，说都提了一半，300万减去一半的折旧150了，500万一半的250，我们认定的账面价值就是以300万为基础提折旧的150扣掉150，剩下150，这叫账面价值。当然当可收回金额要是比它的账面净值低，那你还要提减值准备，最后形成账面价值。那合并报表中固定资产计税基础是集团内部购货方以期末按税法规定确定的账面价值，因为税上他认定你要300万卖500万，他认定500万以后以500万为基础按税法规定提的折旧扣掉是他的计税基础。那当然说如果考试涉及这项内容，那应该假定会计上固定资产折旧方法年限残值税法都一样，并且不考虑减值。那如果这样的话，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确定啊就不是很复杂了，那就是期末固定资产中未实现利润。那到期末固定资产中未实现利润如何进行计算？原价中未实现利润减去累计多提折旧，所以你要决定到期末有多少未实现内部销售利润，那这个数要会算。我们列报数有了，同样就要调呗，调整合并报表中递延所得税资产。调整数肯定是列报数减去这项业务原来在子公司或母公司报表上已经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
这是调整数，调的时候都是先调期初，再调差额。那期初，我们借房借地延所得税资产代位分别列入年初，也多次跟大家说过，说为什么先要调期初呢？不调期初，年初未分配利润跟上期末就对不上。那再调差额，差额我们要调的是期末数，期初跟期末差再调，借地延所得税资产代所得税费用，那或者就是相反的分录了。那接下来我们看2017年的一个多选题，下列各项中，企业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需要进行抵消处理的有什么样的业务要进行抵消处理？A. 母公司对子公司长期股权投资与对应子公司所有者权益中享有份额。那你长期股权投资跟子公司所有者权益抵消呗，这肯定要做的。再看 B。子公司对母公司销售商品价款中包含的未实现内部销售利润，那你别管哪方卖给哪方，作为整体有未实现利润，啊，一定要进行抵消的，这也要抵消。再看 C，母公司和子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作为整体内部的债权债务不应该存在，当然要对它进行抵消。这也没有问题。那我们接下来再看 D，母公司向子公司转让无形资产价款中包含的未实现内部销售利润，你别管转让无形资产还是固定资产，只要有未实现利润这一部分，当然我们要进行抵消，所以这要全选上，都要进行抵消。那下面呢，我们再看一个单选题。2021年3月，母公司以1000万元的价格不含增值税，将其生产的设备销售给其全资子公司，作为管理用固定资产，款项已收到。母公司该设备的生产成本是600万元。子公司购入该设备后立即投入使用，并对其采用年限平均法计提折旧。该设备的预计使用年限为10年，预计净残值为零，就是没有残值。假定不考虑所得税等其他因素影响，则编制2021年合并财务报表时，因该设备相关的未实现内部销售利润的抵消，而影响合并净利润的金额是多少？也就是说，你看一下，在这个当年应该有多少未实现利润给它消除掉，那这个数就影响到合并净利润吗？那对于固定资产来说，第1年要说有多少未实现内部销售利润，应该是原价中未实现利润，要减去当期累计多提折旧，这是它未实现的利润啊。那题目说，2021年的3月，成本是600万的商品卖给另一方卖了1000万，另一方形成固定资产，原价中未实现的，那应该是有400万。你别到时候哦，400万挺好，C 选上。还要把当期累计多提折旧给扣了，多提折旧的400以后通过多提折旧方式实现，400除以10是1年的，但是交易发生在2021年的3月，那真正提折旧的时候几月份开始啊？是从3月吗？啊，别从3月，还要执行固定资产准则，4月份开始呗，那就9个月。因此大家看，真正影响合并净利润的数字是1000减600，原价中未实现内部销售利润。我们要把当期累计多提折旧给扣了，那这400万
每一年呢会多提折旧一年，那除以十呗，400万除以十，40。但是这一年，21年啊，它只有9个月的时间，乘以2/10，等于370。好，下面我们再看一个单选题。甲公司拥有乙和丙两家子公司。20年6月15日，乙公司将其产品以市场价格销售给丙公司，售价是100万元，不考虑相关税费。销售成本是76万。丙公司购入后作为固定资产使用，按4年的期限，采用年限平均法对该项资产计提折旧，预计净残值为零。假定不考虑所得税的影响，那甲公司在编制21年年末合并资产负债表时，应调减未分配利润项目的金额是多少？那你调减未分配利润项目，应该是个什么数字？就是到那个时刻，固定资产中还有多少未实现的内部销售利润，你才去调减啊？才把它给冲掉。那我们到那个时刻有多少未实现内部销售利润？同样呢，应该是固定资产原价中未实现的利润，减去到那个点上，累计多提折旧来计算。那我们看说，固定资产原价中有多少未实现利润？76万卖了100万，24万呗，原价中未实现的，通过多提折旧方式实现。那也就是到了21年年末，一看多提了多少折旧啊？整个固定资产使用年限4年，从20年的6月份开始，因为7月份开始提折旧，6月份，形成的交易，到21年底，过去了1年半的时间。那在这种情况下，应调节未分配利润项目的金额，说是100减76。这是原价中未实现利润，把累计多提折旧扣了，100减76之后除以4年，这是每一年多提折旧，过了1年半乘1.5等于15。如果问说固定资产到21年12月31号应抵消金额多少，跟它是一样的，那这个要清楚。就是说，抵消调减未分配利润和到那点上固定资产抵消多少，那都是能对得上，是一样的。所以有时你一定要知道这个概念。固定资产原价中未实现内部销售利润，以后是通过多提折旧的方式实现，这个要清楚。整体概念必须要建立。我们若干年前啊，有一个题目，他说就让算固定资产列报金额，其实都特别特别简单。那但是你整体概念要是建立不好，可能就会出问题。比如说，在21年的12月30号，要是一方把固定资产400万。卖给另一方，售价卖了500万。比如说，这里面是 P 公司卖给 S 公司的，然后讲呢，年限平均法提折旧，预计使用年限是5年，没有残值，让计算什么？说是22年12月31号，这项固定资产合并报表。列报数，就让算这数。那这个，如果你合并的整体建立起来了，很简单，不用老去想。哎呀，500抵多少？一点一点算，最终列报数多少？
我们直接可以怎么算？原价400，按照合并报标角度认定就是400，那400除以5年呗，这不就过去1年吗？把这折旧给扣了完了，那这样的话就等于320，就这个答案很好确定，叫整体概念必须建立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看一个例题，这是关于所得税的事情。A 公司和 B 公司同为甲公司控制下的全资子公司。A 公司于2021年1月1日将自己生产的产品销售给 B 公司，作为固定资产来使用。A 公司销售该产品的销售收入是1680万，销售成本是1200万。那 B 公司以1680万元的价格，作为该固定资产的原价入账。B 公司购买的该固定资产用于公司的销售业务。该固定资产属于不需要安装的固定资产，当月投入使用，其折旧年限为4年，预计净残值为零。B 公司对固定资产确定的折旧年限和预计净残值与税法一致。说为简化合并处理，假定该内部交易固定资产在交易当年按12个月计提折旧，这属于销售部门的。那看一下，说甲公司在编制合并报表时怎么处理？先把固定资产原价中未实现内部销售利润抵消。产品是1200万，卖给另一方卖了1680。那借方营业收入1680，贷营业成本1200。那原价中未实现内部销售利润480。然后把当期累计多提折旧给抵消，折旧年限一共4年，提离假定呢，按照全年来提折旧了。那480除以4呗，480除以4，借方会借记固定资产累计折旧120，代销售费用120。那下面我们看21年12月31日，固定资产中未实现内部销售利润，原价中未实现的480，当期多提折旧120扣掉。所以这个480减120等于360，让我们要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账面价值小于计税基础了，体现的实际上就是固定资产中未实现利润。那么就是未实现的360乘以25%，90万。这样呢，借方递延所得税资产代所得税费用90，如果跟所得税结合的话，我想呢也最多是这样。固定资产中有多少未实现利润，它呢会形成的就是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用它乘以适用所得税税率就可以了。当然，你要从账面价值计税基础角度，也会形成这样的结果。那比如说，我们要确定账面价值，第一年，那就是1720，任1720，1720减去1720除以4这个数，那账面价值900。你是1720卖1680吗？合并报表认定的是1720。计税基础1680减去1680除以4，任它，因为税上认定的是1680啊，已经到它那边了，它是1680。所以这个数呢是1260。那账面价值小于计税基础不360吗？一个样子，就是那个固定资产中未实现的内部销售利润，这是这个题目。那这节课呢给大家介绍的是内部固定资产交易的处理，我们先把固定资产原价中未实现内部销售利润抵消，借未分配利润年初代固定资产原价，然后将
期初累计多期折旧抵消，借固定资产累计折旧，那贷方呢未分配利润年初，将当期多期折旧抵消。如果一方产品卖给了一方，形成固定资产，借营业收入贷营业成本贷固定资产原价；如果一方要是固定资产卖给另一方，还是固定资产，借资产处置收益贷固定资产原价，然后将本期多期折旧抵消，那借方借固定资产贷管理费用或销售费用等，这些过程要清楚。对于如果跟所得税结合，基本上的考试，我想也就是看一下到资产负债表日，固定资产中有多少未实现内部销售利润，用它乘以适用的所得税税率，就可以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就行了。那这节课就到这里，谢谢大家。